虽然粉丝们都知道 NMIX 有着超强的舞蹈以及歌唱实力，每一次在舞台上都会超敬业的开麦演出，但每当看到 NMIX 的现场表演时，还是会被女孩们如特种兵一样的全能实力折服。而官方在近日释出了 NMIX 的录音室幕后影片，其中多数负责主唱部分的 Lily、Salion 以及海源飙起高音来就像呼吸一样简单，让网友笑称公司的修音师可以去休息了。除了负责主唱的成员外，其他成员也各自秀出超强的歌唱实力，尤其是 G 舞的饶舌部分更是展现出独特的嗓音质感。If you wanna be my lover, that's my mommy, that's it, if you wann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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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nna